开始游戏，马东西。马先生的体型感觉不太行，体型是不是有点瘦啊？尿个尿，上个厕所啊，兄弟们。这飞哪？哎，皮卡刀。这皮卡刀没人吧？我来。这皮卡刀能有人吗？你不得落地就没呀，哥们儿，刚才前三啊，别跟我在那叭叭。皮卡兜的人还真就不少。哎，那就干，那咱就干，谁也别怂啊，那咱就干。我这位置正好落进去。等会儿啊，这枪法不行啊，哎，枪法不行啊，兄弟们，这枪没有劲儿，有点难用啊，哎，打着血呗。怎么一下没打着啊？这能一下没打着啊？哎呦操！再来一把吧。马先生不太行，
哎，怎么切换我其他的那个方案啊？能进来就换吗？怎么换小兔啊？KB 啊，换一首。这怎么办？这把跳哪，兄弟们？这把我跟你们说啊，这把就往这边飞，绝对的飞。这边一定没有人来，所以这一片全是我们的。然后我们还有车，直接开进去，无敌了。我操！有个人想法跟我一样，没事，想法一样的人一定是个菜逼啊！他去厂房，我们一会儿去厂房找他，这一定是个菜逼，看见没？这人一定老菜了，因为他不敢跟别人打，你知道吧？这人。看看有没有什么好枪，S12K 不错呀。四倍镜呢？哎，等会儿，慢点。这人我觉得也不用去找他，早晚都会没。这把用 S12K 来吃鸡，上把我们要吸取没有这个没有喷子的教训啊，它是个喷子，我们得拿喷子。没什么好拿的了，轮椅，哎，再来个 M24，来个六倍，近战喷的远程 S12，不是，远程 M24，无敌了。好多医疗包啊！这把毒刷哪呀？这么远？那我们这些都扔了，都没用了。二楼搜过没？搜完了吧？吓我一跳！我操！我有9个医疗包，我可以在外边打毒，毒到死，跟他们吃毒吃死。
带那么多绷带干什么？吃毒啊？就是硬吃。走，拿个小跑车。这个圈儿，据我的推断，最后他会刷在这个位置，所以我们现在直接往这个位置走啊，因为还是有点远这个距离。拿个小车直接走，地图标个点往这儿一走，嗯，差不多。我觉得这圈刷这个应该没有什么问题。开着我们的马丁。这个没办法染色啊，这没办法整皮肤啊。想走。其他的车胎都给你打爆了啊，看见往哪走，再见。我都不乐意打你，累。明白什么叫累不？我都不乐意打你。我决定骑上一艘小摩托。哎呦，我这么可爱吗？这摩托？这摩托没什么油啊，哎西巴拉，怎么能撅了呢？哎呀，我佛了，不行，这马东西不太行事儿，换一个，受不了了，换个妹妹。挺好啊，特工小兔，谢谢小小蓝莲汉的月圆花灯。这个图我不是没怎么玩过呀，这图啊。
脑袋呢？坏了，脑袋没了。这图不适合你，太快了，就这种图才适合我呢。来吧。我三，飞哪呢？就飞中间，跟他们干了，跟他们爆了。好，你们都去左边，我去右边。好好好，我们这个地方一个人没有啊。好好好，非常好啊。我们直接啊飞到遗迹门口来旅个游。哇，大鼻屎，这不无敌了吗？圈儿搁哪呀？没事，这个图好跑，这个图好像很近呢。没有头盔是吧？来个二级头，差不多了。三级甲，哇！止痛药，哇！急救包，哇！止痛药，哇！急救包，无敌了。急救包，有人吗？没有人吧？没有人，我就猛捡。这图有雷吗？这图有雷，不太适合我。现在他们道具玩的不错。拿点大逼死的弹药，急救包，急救包，急救包。
也把肾上腺素扎了，省得一会儿啊啥也没干让人打死了，太难受了。往圈里边跑吧，这图书没有车啊。兄弟们，今天还有20分钟。就12点了，我们今天还有个超级粉丝团没过呀，我们今天差点办卡任务没过呀，我看我们差多少啊，今天差了300张办卡呀，今天还差了最后319张办卡。别打我呢是吧，觉得你打得着吗，就我这速度。这35分我们不拿的话后边可能不好打，有没有兄弟给过一手我们超粉团任务，最后差300张办卡，兄弟们谢谢猴哥的云玩家，谢云玩家的办卡啊，谢谢。别的我不知道，我就往这必经之路上一站。没意思。我往这一站，位置不好，往哪站呢？想想啊，这个位置，这个位置，蓝箱这能打是吗？蓝箱打碎里边有药。哦，谁他妈说蓝箱子打，谁他妈说打蓝箱子，谁，我不打蓝箱子是不是这个人看不见我，他妈的。哎呀真是有点烦呐、啊。真的是很烦呐、啊。哎不想看了，真的有点烦，很烦很烦。草本团也没过，今天草本团差300张办卡，兄弟们，啊，能不能过一手我们超级粉丝团？今天只差300张办卡，我们拿下35积分。今天我们35积分拿下，谢谢真鸡拔菜饿饿饿。我们35积分拿下以后啊，是1200分，然后我们正好12点出征一手，正好明天是礼拜天。然后把循环任务一开，谢小小小蓝莲汉，谢谢小小蓝莲汉的3张办卡，谢谢，感谢小小蓝莲汉。他一玩游戏就不记得了，每次都最后要半小时。你放屁！那个蓝莲汉的不锈钢嘴，我他妈半小时以前药他也没有啊。来点凝聚力，今天超级粉丝团差300张办卡，兄弟们一人来一张办卡给他拿下，然后我们12点出征。
哎呀，又是零伤害，我受不了了。我要跳一个很多人的地方。这把开始，我要跳一个人很多的地方。谢谢用户 266, 感谢用户 266, 谢谢用户的，谢谢用户的办卡啊、哦、感谢。还是这个好看，说实话。谢谢南悠悠。还差三百张办卡，兄弟们，今天最后三百张办卡，谢谢小妹把蓝莲汉玩弄，感谢斗地，谢谢军团，谢谢斗猴宇哥小弟，感谢叶落流年，谢谢，谢谢暴旋婆婆喽的两个办卡，谢谢暴旋婆婆喽，谢谢射进阳光射不到的地方的十个办卡，还有最后290张办卡，兄弟们，最后差290张办卡，谢谢想被蓝莲汉玩弄，感谢小小蓝莲汉，谢谢，感谢射进阳光射不到的地方的十个钻粉卡啊，谢谢，最后差200张办卡，兄弟们，280张。这些射进阳光射不到的地方，以我们这个速度啊，以我们这个速度，今天晚上12点之前可能是过不了，还差289张办卡。谢谢抱着猴哥，抱着猪猪撅猴哥，谢谢蓝莲汉西西我哪儿的9个钻粉卡、啊、谢谢西西我哪儿的9张钻粉卡，谢谢蓝蓝小可爱的玉兔倒饼，谢谢，399减132，最后差267张办卡，兄弟们，今天差267张办卡，才发现斗鱼印证回来了啊！我看看往哪飞啊？这把就飞皮卡多。差270张办卡，兄弟们，谢谢，真是法克！最后17分钟了，今天只剩17分钟了，17分钟结束，我们的超粉团就没了，35积分就拿不到了，兄弟们，这前面100张办卡也就白送了。来了，皮卡都战神，这把不是他们死就是我死，谢谢今夜吃到撑，来吧，不是你们死就是我死啊，这把看谁皮卡都啊。163张办卡，兄弟们，谢谢冷寂，我操，他们怎么那么快呢，赶紧跑，为什么先打我呢，感谢冷寂的十个钻粉卡，差250张，兄弟们，我那下都没下去，奶250张办卡，兄弟们，还差250张办卡，没事，这把跳伞失败了，我们下把再跳，还有15分钟，兄弟们，今天最后15分钟，你杀两个人给你过不过分吧，我杀两个人今天就结束了，
感谢我中风哥的100张雷霆健身卡，给个波波谢谢。感谢我中风哥的100张雷霆健身卡啊！拜得我中风哥，最后差150张办卡，兄弟们，谢谢鱼高，感谢鱼高。还有最后14分钟，最后140张办卡，兄弟们，149张办卡。直播间有没有149个人？一人来一张。这个位置指定人多，我们今天就去人多的地方。啊，奶奶！谢谢想被蓝莲汉玩弄的钻粉卡啊，谢谢。位置指定有很多人，我今天就去人多地方，我受不了了，我他妈捡一直捡，捡完以后巴巴给我打死了，我就是快递，这样我们捡的不多，然后我们死了，如果还能打死人，我们就血赚。感谢走边人，谢谢想被蓝莲汉玩弄，最后还剩13分钟，兄弟们，今天我们就差一点点，不能让我们中风哥一个人给过吧。感谢我中风哥的50张地狱骑士卡啊，叫中风哥，谢谢。屋里头有人怎么办？他妈的！谢谢想被蓝莲汉玩弄，再跳一把。我是不是跳慢了？他们跳伞怎么跳的比我快呀？95了，兄弟们，最后95张。最后95张，今天只差95张办卡，感谢想被蓝莲汉玩弄的钻粉卡啊，谢谢。最后95张办卡，兄弟们，今天95张办卡，还剩12分钟，今天就结束了。谢谢斗猴宇哥小弟，感谢 SH， 谢谢想被蓝莲汉玩弄，谢谢。这把又是皮卡兜，这把绝不落地成盒啊，这把绝不落地成盒。米拉玛，还差最后90张，兄弟们，今天差90张办卡，我们超粉团就过了，还有11分钟，最后11分钟，来点办卡吧，兄弟。谢谢欢乐马。哎，哎，谢谢 DRS， 感谢 DRS 的2个办卡啊，谢谢。再来一把皮卡兜。还有最后10分钟，兄弟们，再把高低杀2个人啊！我想想，皮卡兜我们往哪里跳？这把我们往下边跳。啊，这把我们往下边跳。谢谢 RESCUT。哎，跳慢了，又跳慢了，
最后差85张办卡，兄弟们，今天最后差85张办卡，我们的超级粉丝团就拿下了。把这35积分拿下，我们1200分。这把啊，哎，啊有人肯定有，但是这把我们往下边走，哎。往下边，好，让他们打，不急啊，让他们打。他妈了个巴子的！谢谢凌晨，感谢凌晨的。蓝水晶卡和紫水晶卡，感谢凌晨，谢谢，谢谢黑猴头子，怎么找我来了呢？真的有这么难吗？嗯，最后来吧，开一枪也好嘛，没办法，那捡东西捡了半天，他妈捡不起来，我能怎么办？最后20张办卡，兄弟们，最后22张，今天才22张办卡。其实我们今天过个两项挑战任务是最好的，要不然我们就得明天过。感谢蓝莲汉的鸟居很美味，谢谢，感谢鸟居很美味。哇，刺客信条，我被人狙击了，这还有狙击，那没办法，太火了，没招了。你不是打 PK 吗？是啊，我们12点打 PK 呀、啊。今天最后差13张办卡，兄弟们，13张办卡，差个7分钟，13张办卡。感谢我中风哥的30张办卡，都不用30张办卡，13张就可以给过。谢谢，感谢我中风哥，谢谢。他妈的，跳来跳来跳跳！今天我落地必须打死一个，受不了了。有人，我们往那边跳，好吧？我们这回往这边跳。落地有枪 ，AK。到了，不是每回怎么我一跳下来以后就旁边有一个人，然后就没人了呢？老是这一个人是吗？完了，能不能开一枪？这把一定开一枪，放心。
这把五分钟之内我杀两个人。给你，这把跳哪？哪的人多？皮卡兜，还是皮卡兜？飞！来吧，这把我看看皮卡都有多少人啊！来吧，来吧，来吧！一个不够我杀的呀，啊，一个哪够我杀的呀？开枪了，不亏。就这一个人，真他妈的，没上好子弹呢。我看着你死，我看你怎么死啊！我盯死你，啊，给你盯死，我看着你怎么死。你在这晃，嗯，你在这晃，让你捡东西都不敢捡。你死吧你啊！你捡，你捡，一会儿就来人给你突突死。捡呢，你捡呢？我看你，哥们儿出征去了。再见。